体操小熊，可爱的熊熊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这里面来，你看一下，它不是那种卫衣材质，它也是滑料的，没有任何的刷磨毛。这一件我超级大推的。然后一样也是做这种 oversize 落肩的大学T，可是它一样不会到太大或是太小，就是刚刚好。一样有做口袋给大家，几乎是隐形口袋了，很可爱。然后下摆啊，其实是做一个收腰，让大家看起来再瘦一些，再瘦一些，从正面啊、背面看起来都瘦瘦的感觉啊。这颜色也算是比较特别，它有点灰蓝灰蓝的感觉，然后穿起来。我觉得其实蛮有显白的效果，然后像我身高160公分，我觉得里面直接搭一个一样是小短裤，我觉得这样穿起来就有点，你知道，休闲中带一点辣妹的感觉。